小素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隔壁小区有人结婚，趁着好日子好天气，把褥子拆洗一下，准备迎接夏天。弄回叫不动，弄回就家咱娘给我拆洗拆洗呗，快啊！叫地震也动，啥东西咱顶。弄子一子了，事情就子一子了，俺弄回叫了。今儿天好，我唱给老妹晒两点了，不着一面是面好晒晒，多得洗了。中。到黄叶才能分。分的那个麻巴拆的快的。那肯定的。你这边都盖了几年了？嗯。就是从新郎伯喊时开始，不是盖了，也是在多少是哪？破了嘛？从新郎伯喊就开始烧上几年。七八年八九年了，哎。叫给你们好人，谁干？中。这个是寿喜的，不能是喜喜一季，因为那个灯红嘛。没事了，那洗衣机买个就叫服务人了。我正在此刻突然有个决定，嗯，你来洗。啊，我来洗的。你不是说的爱护双手了，不是光嘴就说了。就是洗衣机洗不了，是洗衣机洗了，它底下有那玻璃碗，我可拆开玻璃里头那，棉花，然后那脏东西啊，可清理清理就妥了。又不是不洗。我今儿又是后悔了，该去叫我拆洗了。嗯。当了那儿都是红毛。山上他也上了，可疯！嗯，太阳能板。十二分的。对。你就这么十分的电就不用掏钱了。太阳又一定是供着了，估计能带动些小电器。你就老好。嗯。洗好了。嗯。哎，我让人手洗的。手洗的，这就用手洗了不懂，用手按着洗衣机洗了，手洗的一种方式。有没有听说过一会儿？嗯，说会儿。做家务的男人最帅。嗯。一直当前台去。你不行是以后你就光负责捧会儿了，捧会儿就交给你了，是不是？那你今儿挂不挂了？挂来吧。穿上拖鞋。就是你爱着人，这么个人来碰门的。哦，我知道。一会儿到地方了，一会儿咋吐了那是。就是你。我知道。你人这边有吐啊，你就冲了他了。人家那么多人，长了个性呢。嗯。用你好恶心的人学的快了啊。你也少来，以后这活儿就交给你了。嗯。行。这多有。那没了，就放我那儿碰。熟悉多有碰着单位了啊。站着，站着，全部在碰，尤其是爹。一发疯是吗？嗯，都不拿钱了啊。其实你找你这活儿草草也是浪费时间的。个人爱好，嗯，一辈子没有爱好了，多可悲。你说的。你的爱好是什么呀？我的爱好也不抽烟，不吸烟，不喝酒。那不叫爱好。妈妈告诉你们，超超超超多好消息！带了双鞋吧来？不是，分他们娘的，就是他当上了镇长的组长。恭喜恭喜！老师就拿在把刘学校就叫他当组长了。刘学校是当班长了。哎，是错了。杨爷的组长这也值得鼓励。我已经身为组长了，高兴啊！那个那酱油烧饼，来来，新手太好了，新手吃点烧饼。哟，那叫啥松饼啊，星星啊？俺这同学哥哥同学给他了，然后哥，然后哥哥又结婚，下回又给人了，是吧？不是，我发现哥哥心里面特别硬，每次回哥哥都要送礼物。今天是送给你个床，一个哥哥送给你个龙床，是不是？吃吧，吃吧，来，吃吧，给孩子热水。好好说，奖励奖励都是组长。嗯，好吃。你可好好学习啊！那继续努力了，不哈，吃了写作业，中了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老师还说，怎么还需要霸占了？俺在争取咱们霸占。努力吧。那但是，那各方面都得表现好了，才有机会。那不是说嘴说说就当上了，那都努力了，是不是了？
国家人呢，我直接啥叫反改了，咱逃出生产人再插几页表再分分。铺里冬天里晒晒反改真是干净。这是不是真的就解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要分着了又不是。回避分不清。回避分我没分过人。中间分号。怎么订正主要缝的麻了，可感觉又没订正。这边不用订正，这边又快缝着了哈。嗯，我就厉害了，不用订正来试了。可感觉订单弄了也订单缝。你瞧这解释，不是订结着了？哎，我好像知道了。订正，又抓一单手的了。我瞧这订结着了，五毛钱，不到便宜。嗯，这就不值钱。还有一个，碰到正了去了没有哈？我后家都当时冬天还得盖了开，站站上正了。哎呀，站的粮食不亏，不亏不亏，到时候就下江正正铺着，懂了？下江再要啊，下江要啊，不洗到家了就不正。来，咱俩姐咱用力了，妈为什么缝给他？因为说到冬天才盖的，嗯，走了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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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这个多的小办事挂给妈妈叫啥呀，来收工吧，反正不在这个冬天闹干直接就能铺这那早就不行，请系好安全带。